Hello， 各位好，又是文旅靓汤的时间了。今天跟大家煲什么汤呢？就是粉角去湿汤了。看看我的材料有什么先。好啦，咁啊呢个粉角去湿汤咧，咁就会有粉角啦、粟米啦、红萝卜啦，同埋呢个鲜淮山嘅，咁就将呢啲全部摆晒落去我个煲度先，水就已经滚咗噶啦。Well， 咁啊见到咧一个人饮点解会咁大煲咧？我梗系预埋啲单身嘅女朋友一齐饮噶啦。咁另外咧就系有呢度，哇好劲啊！咁首先有一个玉竹啦，有呢一个嘅无花果啦，这个杞子啦，圆肉啦，咁啊有呢、这、一个扁豆、赤小豆，同埋咧就系眉豆嘅，摆埋一齐。扁豆咧就系炒过嘅。好，这个嘅粉角赤小豆汤咧就系咁样啦。汤咧就煲紧噶啦，好快就有得饮噶啦，耶、yeah!！好啦，经过咗个几钟头之后，我哋睇睇煲汤系点先。好啦，我哋睇睇几移动去。喂呀，睇下，哇，好犀利啊！已经系七七八八啦，唔系，已经系饮得噶啦。较慢咗细火，试一试个味先。好甜啊，一流